家好，那天教了你们做素的贵妃鸡，今天我又继续再介绍你们两道菜。现在先讲这个麻油鸡先，这麻油鸡先准备了姜丝，然后我们就在锅中放了这个麻油。这个麻油我的食谱是写，3至4汤匙，其实已经够了，因为我今天用的这个素贵妃鸡的分量是很少，120克罢了。那么放了这个麻油，热了就加姜丝了。姜丝记得把它炒到有点微焦微焦的，就会很香。那么微焦了后，就可以继续加我们的素的贵妃鸡了。这素的贵妃鸡已经是炸了的。我们就把它搅均匀罢了。搅了均匀之后呢，就沾这个米酒了。这个沾是从旁边这样着淋下去，给它旁边的锅是最热的哈，给它正受热，这香气很浓的。那么炒几下就好了，不要炒太久了，太久，等一下的米酒的味道又走掉了。好了，可以上盘了。可以开饭喽！做给坐月子的人吃最好不过。接着下来的是酸甜辣的炒将军鸡，需要到的材料当然是贵妃鸡啦。接着是炒香了的芝麻，一碗酱汁。盐水碎、辣椒碎、姜蓉和玉米粉，玉米粉是拿来勾芡的。现在先准备姜，把它剁碎先。接着是用干锅把芝麻炒香，但不要炒过火的。接下来是把以下的混合做酱汁：一茶匙的醋。一茶匙的米酒，一汤匙的酱青或者生抽，一汤匙的素蚝油，一汤匙的麻油或者香油，一汤匙的糖，还有1/2至1茶匙的辣椒粉，还有半杯的水。起锅热油，先放入姜蓉爆香，姜的香气出来后就加盐碎碎，就继续再翻炒。把一碗酱汁再搅它几下，就可以加入了。让姜汁煮滚，姜汁滚了，可以加贵妃鸡了。均匀的搅拌它，让贵妃鸡都能沾到酱汁。这是勾芡水，是1茶匙的玉米粉加1汤匙的水，把它搅匀。慢慢的加入，你未必要用完这个勾芡水的。撒上最后的芝麻，这个炒将军鸡就做好了。希望大家来吃素，吃素愉快！